你好，就稍微等一下，等它凉。看这里，其实它已经有一点凝固了，用这种不锈钢的勺子，其实这样子刮一下，它就会下来的。边缘它其实已经有点凝固了。然后拿这种不锈钢的小勺子这样子刮一下，它其实就能刮掉的。稍微等一下，都还没有完全干。差不多凝固了，拿这种不锈钢的勺子，这样子刮都可以刮下来的，它不会说是很难清理的。你看这样子，大部分刮下来了之后，还剩下这种有点薄的，有那种小刀啊什么的，你刮一下它是可以刮下来的这个料。它都是可以刮的，它就那个32度的嘛。大部分已经刮掉了，刮出来之后扫把一扫就好了。然后剩下的这一点呢，把拿那个热毛巾，你先对着这个，就最后剩下一点，用一点热水，然后毛巾这样子一擦就没了，一擦就没了。指甲刮也可以刮掉的，这样就好了呀。好，结束。